大家好，我是紫苏，今天又想偷个懒去走亲戚。有事外出，马上回来。好啦，你走一下。有美女说要我帮她变美，现在带一点需要的工具装备过去。哇，好多都缺货了，现在都没有那么多标准的规格了。今天打算坐公交进城，我这个店位置还是挺好找的，就在这个路口这边，然后前面这里就是公交站了，挺方便的，就在那个位置。好多年没坐过公交车了，今天来感受一下赣州的城市公交。开始是6:00，还挺多人在这里等的哦。我应该坐101。投了2块，还是没变哦，钱也是这个样子。好的。就是6，下去。帅哥，表弟先到打了。电话。空手来的啊，今年我们家的规矩就是，不要带任何东西去家里做客，拜年就是空手拜年。你找他就是奥迪了。哦，是奥迪那个人，我去拍了。饭前喝茶，吃点小点心、小零食。辛苦了，两位美女。好呀，来，走了几次了？20，两个美女都要种睫毛，然后这会我婶婶叫我先给她种，几个人都要变美。现在我要开始行动了。他在老院，在那个老三公里干。我这哪个生都好。我婶婶选了一个最适合的场地，哪个都不知道你咋。没有美容灯，我都只能借助这个光来做了。三姑家的燕草鸡，大户人家才有的，还有保险柜，没敢充电，没敢没给看。放松，闭上眼睛。婶婶第一次种睫毛，刚刚种它有点不舒服，先拿风扇给它吹一下，现在就舒服了吧？呀，美女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好丰盛啊！大厨上阵就是不一样啊！哇，我们家小小自己装饭夹菜，他特别喜欢吃梅菜扣肉。感觉这个肉有点多了，有点多了。我整包整喝酒。我们吃完饭，接下来就是姑姑要忙，姑姑要忙了，又在这里洗洗刷刷了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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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